12点整，把车送到了丽水。12点39分，要充电的东西充好电了。19喽，走了，好，拜拜，注意安全，加油，注意安全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Everest。 故事的开始要说到1924年6月8号，英国登山家乔治·马洛里和艾文在珠穆朗玛峰600米的营地向地球之巅发起最后的冲击，然而却未能返回。1994年，马洛里的孙子小乔治·马洛里在一座爬升1069米的山路上骑行了8圈来纪念自己的爷爷。后来 Andy Van Bergen 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和鼓舞，明确了骑车挑战8848米爬升的形式和规则。再后来，全球骑行圈都有很多大佬对 Everest 有充满了期待，而我们的好朋友安静在董事长的套路之下，决定在2022年5月17号挑战 Everest。 我们挑战的地点在南京丽水的五响山，这是一段全程1.2公里、爬升120米、平均坡度达到10%的纯上坡路段，也就意味着安静要在这里往返74趟，累计爬升达到8848米才算挑战成功。10分钟刚好，加油加油。而我们也会轮流陪骑，希望他可以平安完成。你看摆烂机制，我不想骑了。你骑了多少了？你看我看看你的码表。 我这就是你对安静的爱。我骑了2.4公里。爬升呢？爬升应该有70多，因为有一段 太慢了，码表暂停了。5:30开始，现在呢？1160了。1160了是吧？那就是第11趟，第10趟。OK。我的第5趟 ，I'm Pro 的第10几趟吧。到了，到了。请问平均心率139。请喝挑战吧。头铁第一人。你不渴，你让我怎么喝？你不渴要喝，等你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强喝强吃现在。对、啊。因为早上你不会觉得饿和渴的。对。啊，你下午的时候可能就来不及了。你要突然饿突然渴就没有力气了。我给你吃了补给。你是来吃补给？我吃完你的补给啊。后勤和陪骑副将也早早的都过来了，搭了天幕休息区，并且拿出了扑克牌。安静上午的状态也很好，很顺利就完成了4000米的爬升。吃很撑，六点喝酒好吃吗？那等一下把我的车给你去爬几趟。5趟你说的啊，我录下来了。
没事，跑不完怎么办？跑不完继续回来吃。嗯。俺今天准备出发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别拉安静，你忍住。午饭后向五千出发。但山里的温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高，这点真的好热好热啊，真的是太热了。安静的状态也有所下降，休息的次数也变多，虽然他很有决心要完成挑战，但五千距离8848感觉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非常的遥不可及，让我也不免有些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下去。热到不行。现在是下午4:10，安静的爬升应该有6000多，然后虽然我一直都跟不上他们，但是我要坚持下来，要让他们在来回刷的时候看到我，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精神永远与他同在。安静到现在是6800，还剩2000，冲！好，冲！一定没有问题的。6000结束了。对，稳住，还剩13块，够！加油！出发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多少了，安妮？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累了，就已经是麻了，就是机械式的，就这样等。麻到头了，麻到头了。OK， 好好骑，加油！160了是吧？2000了，已经4000了对吧？5812，6500了，7491，2790，尘埃漂泊着这茫茫人海，无人掉入谁的胸怀，多想从此不再离开。这些都是 Everything 的意义吧，它不仅是对于自我的超越，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更加团结，同时它也可以是一份激励，激励下一个屏幕前的你鼓起勇气去追寻你的梦想。不论现在看这个视频的你现在多大，不管你正在读书还是在工作，请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，相信自己，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站在一起，坚守它，为它努力，为它奋斗，期待属于你的精彩。谢谢你们看到了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将近中，你还 OK 吗？保证到。